今天啊是个大晴天，一大早6点多钟，我们一大伙人啊去爬山下来，看我们小区在这个高层和多层中间这个地方呢，有这么一个挂了很多的毛毯啊，写的是厂家直销外贸尾单，规格是法兰绒的，是200×230。40元一条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您在那经营吗？现在我是大老板了。你是大老板，哎呀，牛牛牛！我先读读这个什么40元一条是哪一种啊？是这种大的。哦，这种啊，40元一条。单买40元。哦。要是100块钱三条。哦，100块，哎，100块钱三条是珊瑚绒啊？它也叫珊瑚绒，也叫法兰绒，哦，是一回事，区别不是很大，哦，细分才行，专业人员才能细分，哦，不专业的大家都叫珊瑚绒和法兰绒都可以，哦，然后是拉舍尔160×200的是50块钱两条，是哪种啊？50块钱是这种，这种小的，1米6×2米的，哦，1米6是那个旁边那个啊，都是，这都是，哦，1米6×2米，100块钱五条，100块钱5条，对，然后还有一个是法兰绒。100块钱五条啊，50块钱2条，100块钱5条是吧？对，都是这个东西。厂家直销的。对。这个货来自哪里呢？这个货说来呢，是咱们邻居啊，原来办实体的，但是受到这个中美贸易摩擦影响，由疫情的影响，实体企业很难存活，那么他现在歇业，这变成外贸订单被取消了，只能转为内销，作为库存。我们作为邻居朋友帮他销售一下，帮助朋友帮个忙，这样子的，虽然说我是大老板，但幕后大老板是不是我？不是你，还有幕后大老板，幕后大老板，挺好，我看花色也挺好看的，有几种颜色啊？就对，这两个偏中国的这个元素，但是像这个美国国条旗，我们就叫它铺到床上，就脚踹着美国的这个，对吧？对美国这都不能客气了，对不对？美国现在总统是对，这是美国新条旗。美国总统现在不是拜登吗？拜登啊，对，就是他们败家子儿。败家子儿啊。对对，我们现在就卖败家子儿的毯子了。哎呦，这是您画的吗？这么漂亮，这个眼睛啊。这不是为了吸引眼球吗？还吸引眼球。吸引眼球啊，销售啊，急售啊。你这摆了多长时间了呀？摆了前从准备到开业呢，7天吧。7天时间。对。卖的怎么样呢？还行，还不错。就是这个大的比较受欢迎，小的好像咱们檀香荔湾小区虽然单身多，但是都睡双人床，是吧？所以这样大家喜欢这种大的2米2的，哦，这种单的好像大家都不用，我不知道你家什么情况啊？我家什么情况？我们家很好，很正常。睡单人床还是睡双人床？都有。挺好，这些东西挺不错的。那就是平常你在这儿，我在这坐，这是我的，这是你的那个。哦，就坐这儿。大老板。大老板的一坐。欢迎光临，来过。哦。路过不要错过。有钱的搬个钱场，没钱的搬个银场。你不是江湖的那种。江湖的，这江湖骗子。挺好，这个料我看不错，是吧？真是，哎呀，还挺好。这是尤其是这个现在天气马上冷了。哎，很好。这个的特点是，正好可以冬天贴身比较暖，就是没有那种凉，那个布床单那种凉的感觉，再有一个呢，夏天潮的时候，它不吸水，不吸水啊，那多好，体感没有潮的感觉，不像布单的，不舒服的这感觉就没有。它的特点，老婆，咱要它几条吧？这条聚酯纤维，你帮挑挑看看，这个聚酯纤维，我要一条这样的，啊，要黄的，对，要一条这样的，啊，那什么东西？这是那个螳螂在这儿产了籽了。这个就是能吃的，能吃，小时候烧的特别香的。让它这个，那个宋总怎么出这个东西了呢？财源广进，哈哈哈哈。螳螂不会烧的，就这两天你把它取下来呗，直接拿走就行。对对，不会啊，那肯定是这个取下来。哎，老板给帮个忙，你有客户了。你客户什么情况啊？要这个样品就是那边有挺好的。我前天一样要了一条。你要的一样要了一条。一条。现在我天天盖着这个。天天盖着呢啊。挺舒服的。就是咱也要它两条吧。
不是，最关键的问题是一个人盖还是两人盖？哎呀，一人盖也贵呀，还是便宜？对对对，肯定鼓励啊，鼓励鼓励啊。卖的价钱还跟一个人盖、两个人盖有关系吗？生意做砸了，这生意跑偏了。谢谢，你是有库房里还有是吧？要两大袋子。让他袋子再看看你。两大袋子只是我提的货啊。真正的库存库里边呢上千件了。哦。啊，因为这积压还是比较大的量。哦，是外贸订单是吧？取消了嘛。哦，对对对，那是，我们真的要。大家都理解啊。对对对，行行行，行，谢谢你啊，这么提供这么好的这个这么产品啊，也为咱们小区人提供这么好的服务，其他小区人也可以过来。现在走到了大老板，大老板那个后花园啊，看看他这花是都是你种的吗？对，啊，我今年吸取了去年的经验教训啊，今年多种一些花期比较长的花啊。这个是东北叫这个是波斯菊啊，波斯菊，秋天这个季节开的波斯菊，还不是春天开的啊啊，这个叫东北叫不登高啊，学名叫白日草啊啊，这个黄的呢叫万寿菊。我觉得还有格桑花呀，在半年以上的哦，那么长时间花期，在半年以上的哦，到十二月份它还仍然有花，是不是？嗯，哦，那个白的那格桑花挺好看的，哎，那格桑花白的很少见，特别新鲜哦。它这都是这些黄的，那些黄的呢？那也是万寿菊，也是万寿菊啊。对，哦，很好的，我们的山友都在这看花，很好的寓意。我这边卖毛毯，这边欣赏花。哦，欣赏花的同时再买两个毛毯回去。